Web TV 网络上新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 Win。今天的大来宾，我觉得绝对高人一等。所以你知道从后座坐到前座来，真的是因为他们身高180以上。我没有啦。啊，你没有是姐姐，马上反驳，欢迎。没错，莱特姐弟。耶、大家好，宏哥，Win哥。哇，再讲一次，再来一次。默契，一二三，来。哎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Liars 莱特姐弟啊，我是姐姐 Catherine， 我是弟弟 James，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莱特是有没有哇赖打的感觉？终于看到他们发行全新的 EP 作品了， yeah, 谢谢大家，谢谢， yeah, 直接把档案寄给我们就好了，干嘛要直接把档案？对啊，不行，千万不行，那个 link 已经寄过去了，但是还是要有实体。这个年代实体做到那么精美，已经哇很少了，而且是 EP 专辑，不禁让我怀疑，哇，三首迷你专辑，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大费周章？我们的团名叫做 The Lighters， 意思就是点燃者。哦，这样比较厚一点，比较好烧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三首歌是等于我们开门见山要介绍，重新介绍我们自己是谁。所以里面不只是音乐，更多的是你们的一些，不管是你们音乐的想法或介绍，对，还有一些巧思在里面哦。里面还有这个哎、欸，三个可爱的别针，每个别针上面都有一句话，就代表了每一首歌。哦，在中国好歌曲里面备受蔡健雅这个选到，送来全新的单曲，我们来唱《送给你》。请指引我回家，别让我孤单，赶走所有难过，温暖我的手，请抱紧我。兄弟姐弟啊，这个是女的，兴奋到变成兄弟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创作，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正面阳光，谷底里面有希望的。所以你知道中文名字是谁取的吗？该不会是我们这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位？没有，那时候我觉得因为他们英文名字很好，但要有一个中文名字让人家更好记。莱特兄弟发明飞机，缩短世界的距离。对，莱特姐弟创作音乐，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这缩梗实在太厉害了。所以中文名称叫做莱特姐弟。要来测试他们几个问题了。好，第一题，你们在专辑制作过程有没有吵过架？有。其实专辑制作的过程里面，我有很多摆烂的地方，我累了，然后我就不想做。然后我就说，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呢？不要这么低落了，你给我振作起来。姐姐是这样的，我比较忧郁小生类型，就是有姐姐就是真的有差。你刚刚那句话让我觉得很好笑哎。世上只有姐姐好，连姐姐吵架都用正能量来吵。没错，你不要逼我，我唱这么好，谢谢你帮我逼我唱的这么好。你们有没有最讨厌对方说的一句话？我最讨厌姐姐在舞台上面问我 Are you OK？ 这本来就关心的话，她很喜欢这样子控制，就男生的尊严有的时候会被hurt到。你行吗？你们有没有做过彼此让对方感动的事？哦，这问题太简单了。如果答案是 no 的话，还是姐弟吗？因为 James 不太善于表达他自己情感的东西，他都在歌曲里面表达。在我生日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了女性的朋友，然后就有告诉我说，其实你弟有私底下联络我说他很想参与，他真的很想要就是帮你庆生，我就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因为可能那段期间我们正在吵架。接下来我觉得他们眼里看见彼此那存在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专辑有一首歌叫 You See Me。 I'm just a nobody somebody， 我给我一点点的关心，想放弃东飞行，在这里，却好像在隐形。但你却是我唯天上的恒星，只有你看得见，多么不可思议。我相信 ，You see me。我们所有网络的朋友，这
样的音乐还不支持吗？就我觉得 Cassie 你的和声进来的恰到好处，你们有特别去编排过吗？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声线很不一样，所以在开始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，就是一开始就磨这个，很多的不断磨合练习之下，我们就现在的和音的方式比较独特一些，用一首歌鼓励他们往梦想前进，走吧走吧，很希望走吧走吧，人总为自己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那是爱的代价。我会出歌名，然后你要画给姐姐来猜，是文字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会出这个，这太难了吧？画出来之后 ，Catherine 再笃定的回答你，两个字，接受到了答案。哒哒，猜对了，就是野子，就在荒郊野外的孩子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不好画的原因，因为野不好画。可是你知道我刚刚想到可以直接画什么？画一颗野子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风骨，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。任风吹，任它乱，回不回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。吹呀吹呀，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。让我再勇敢的去回首啊！哇，哇，底气十足！我觉得一题不够，太简单了啦！还是制作单位以后出题难一点，难一点好不好？要画好戏也不太容易，如果你复杂一点的话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我觉得你作弊，怎么可能？他画了三颗星星。其中一颗是最亮的哦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那个，必须是啊，必须是星。Catherine 很会抓重点，对，精辟的姐姐。节目的最后就来为我们唱一下这一首歌好不好？对啊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哦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荒天。希望你们大放异彩啦，在这个如此不景气的音乐环境里面，可是呢，用心做的音乐一定会在黑夜里面像一颗星一样发光。如果你喜欢他们的音乐呢，请上他们的脸书或 IG 一定可以找到。对，而且我预计希望可以在九月多的时候来一场小的音乐会。我相信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清新的音乐里面呢，可以带给大家最疗愈的一个时光。对对对。想收看我们 Web TV 最精彩的节目呢，还有网络大明星，请下载 Love APP， 网络大明星成功。